多次都被聖靈擊倒嘅，但係今次係好勁啊，好犀利啊！我未試過咁勁啊，今次係好犀利咯。啊！裡面有經歷啊，講下出嚟。就好開心咧，頭先牧師一叫我哋試下咁樣啊，我就覺得好開心咯，控制唔到笑我啲肌肉啊，直情係，即係想唔笑都唔得啊！跟住就唔知做乜嘢，成個係咁彈咗落地下。我就平時見到人哋係咁樣，我都覺得啊，有冇咁勁啊？神嘅力量真係好勁啊！我今日睇到真係好勁啊！哎呀，好感謝主啊，俾我經歷到佢啊，好開心啊！多謝主。你會對神有咩回應啊？啊，對佢啊，啊，我要為神做更多啲嘢。嗯，感謝主。係啊，因為我以前係好中意傳福音嘅，但我懶咗好耐。但我今日看到神的是要呼召我回來，就有姊妹鼓勵我一定要上今晚的堂。我本來想不回的，我本名是不想回的，但是呢我裡面很大掙扎，我告訴先生我都不回的，但是呢個姊妹都知道了，她這樣鼓勵我，接著我就在家裡就先播詩歌，還是祈禱山那些，很厲害的。不過完之後咧，好積極去梳洗啊，搞完之後我就要出門口啦。跟住嚟到，係估唔到今晚個牧師帶領之後咧，神嘅臨在係好勁啊！哇，好勁，我以前未試過，啊，真係親身體驗到神嗰個力量好大啊，聖靈嗰個力量好大，好充滿，感謝主。